我天哪，太难了，祁阳大哥，在这个浩瀚的 YY， 好多主播，好多游客，但是我们在茫茫人海中今天相遇了。正是因为我乱斗的时候匹配到了这个美女，我们才能今天有机会相见。俗话说得好，几百年前的一次回眸，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你撞了我肩膀一下。所以今天我要对你说三个字，我爱你。你愿意接受我吗？那怎么办，他就让我给男生表白，我都不会，我给女的我都不会表白。